就有一个阳。这片蔚蓝让我感受到能量，也感受到宁静。不管走了多远，都要回归这片海洋。一起加入我们，和 BO 泉一起，逐浪年轻，全新守护。我们先跟杨打个招呼，然后首先呢，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欢迎。然后呢，对，我刚才已经看到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热情了，所以呢，也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Water Lover 徐阳。哦，欢迎易阳，欢迎易阳。对对，然后我们再热烈的掌声欢迎易阳。谢谢。最近好像易阳有很多好消息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这太多了，突然间不知道说哪一个是吗？其实就是刚过完生日嘛，然后昨天发了一首那个我的生日单曲。哇哦，天哪，大家有听吗？有听吗？大家有没有听？对，大家赶紧听起来啊！我觉得既然说到这儿了，所以也其实很想问一下易阳，这个大概是一首什么样子的歌曲？这首歌的话，其实因为叫有你，就是很通俗易懂，然后是其实是唱给陪伴在我身边的陪伴过的对大家粉丝们还有就是家人朋友对送给他们的非常暖心的一首歌是不是对所以大家都在说当然听了呀必须有听啊我觉得易阳的粉丝尤其卫衣们听到这个歌应该很感动吧感觉就是跟爱豆双向奔赴的爱 对, 对他们也给我写了歌我也听了好令人羡慕啊这种感觉对这个感觉真的是大家也在说很感动有你感动到哭了我觉得天哪这会儿的这个评论区我觉得真也是很令人感动很温暖的是对我这边一片告白声音我这边也是我这边大家都在说哦很感动我这边就是啊好好看好美谢谢对感谢徐阳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是双向的哦最近哎我看到有人在问啊说易阳这次来海南有没有很好的玩一下最近工作是不是比较多对因为最近我都在剧组待着嘛然后我其实这次来昨天我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像在旅游一样对然后其实今天下午去拍照的时候在这附近的海边玩了一下就特别开心就看见海感觉就已经很放松了有没有顺便去三亚国际美人城买我还没有但我工作人员替我去了我还没有时间去对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放松时间去我们三亚国际美人城好好的去逛一下对没错对然后大家刚才也说啊有在海边玩什么好玩的吗感觉易阳应该已经在海边我觉得他来海南工作真的是很喜欢他就一说到来海南说跟旅游一样这时候要 cue 一下经纪人说我们易阳海南的这个行程和工作稍微多安排一下对 cue 一下我们经纪人对帮你们 cue 了好看到了对大家说多拍一些照片分享拍了今天下午拍了很多对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期待一下我们这个易阳美美的照片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评论区互动一下对你们有什么留言是需要让我们读给易阳呢大家直接在公屏上打出你们的问题就好了好不好对然后告白也是可以的大家让你把照片放出来什么时候放照片我先就是弄好了就放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其实我刚才就是因为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易阳的皮肤我觉得易阳的皮肤真的就是那种很通透的感觉有没有白白的然后就发亮对就整个人的就是感觉你的整个皮肤的状态是这种很透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知道其实易阳也是BO泉的这个忠实的一个粉丝是不是然后这次也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有一些什么推荐给大家或者说你跟我们这个对护的一些心得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对就不是那种特别扛打的那种皮肤对所以其实我平时的话就喜欢偏向于那种稍微自然纯粹然后清爽一点的护肤品对就是我护肤品不会用特别特别的杂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会比较简单一点对简单自然一点的 对所以其实就跟咱们这个BO泉一样就非常简单其实
我觉得现在很多，就像比如说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会有时候就会觉得护肤焦虑。嗯、我觉得你有吗？我会有，会有是吗？嗯、我以前也会有这样子的是吗？我特别焦虑，因为我皮肤特别特别敏感。就一碰就容易红的那种。哦，对，其实我有时候也是，就是比如说你换季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反而就越想说，天哪，我就想把很多的产品都用到脸上。但你越这样用，你好像感觉你自己的皮肤状态对越来越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产品的这个配方和成分是最重要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碧欧泉它大家的一个护肤理念，嗯、就是说化繁为简。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易阳是不是你也是，嗯，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感觉碧欧泉的这个护肤理念跟易阳可能平时因为可能艺人的工作是这种比较忙的、就是、对可能就是可能更需要说简单一点找到适合的自己的一个产品之后呢可能就要坚持使用下去、嗯、对、嗯、而且我是比较懒的那种护肤方面对就不会有太多太多复杂的那种步骤嗯哦、哎，这个挺好的，我们都是很懒，对，就是感觉回家之后卸完妆，就希望有一个产品能帮助我把整个护肤流程都做完，这才是最好的。嗯，我觉得今天真是易阳，他整个人，我今天是觉得我本来上直播超紧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在直播间之后，我觉得他比我还紧张。我就是哎、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可以了，听听海浪的声音，是很紧张了。嗯，你就是我本来觉得你不紧张，本来对还行还行。对，那其实今天在直播间我也要跟易阳来种草一下我们碧欧泉家的产品，嗯，因为我们碧欧泉的产品里面含有一种独特的活源精粹、嗯，然后我们会有根据不同的系列的产品的具体功效，然后针对性的加入自然活性成分去贴合不同的肤质，所以说无论你是敏感肌啦，嗯、或者是油痘皮啦、油痘肌啦，每次我都想叫油痘皮，因为我非常爱吃，还有比如说你是干性肌肤啦。其实碧欧泉都是非常适合的，是不挑任何肤质的、嗯、对没错，这个其实是叫做我们的益生菌焕肤科技、嗯、就听起来是不是就感觉虽然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就对，听起来就觉得它特别特别厉害，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活性成分是和我们人体的肌肤结构非常非常接近的，并且它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啊、蛋白质啊、矿物盐和糖分，它是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整个肌肤、嗯、就是让我们的肌肤达到这个平衡，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对，所以说我觉得碧欧泉品牌的这个是信任是源自海洋的，就是在使想问一下，我就在使用碧欧泉产品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非常健康清澈平衡的感觉，就是就会就用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真实然后非常亲切、哦、对很自然，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肌肤其实平衡是很重要的，对、哦、一不注意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整个脸就容易烂脸，因为平时我们化妆特别特别多，对、嗯、而且可能生活作息也是作息需要昼夜颠倒啊这样子，所以整个皮肤可能会有点敏感，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就是我觉得易阳说的这个健康一点、嗯、对，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生活作息没有办法，比如说像我跟家也是经常会加班啊这样子，嗯，就导致你这个皮肤状态，我说到了眼泪的地方，对，天哪，就是想哭一下日常加班Q 项目老板就日常加班非常多导致我们的皮肤都非常的脆弱，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很推荐大家来使用我们碧欧泉的产品啊、嗯、因为这个碧欧泉作为我们生物科技护肤的一个引领者啊，就是它是致力于实现我们这个 Blue Beauty， 就是它这是什么呢，就是生物科技与可持续的一个结合，同时它也是回馈基于我们水生和海洋生物环境之美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背面的这个海洋的这种感觉，觉得它是这种非常天、哦、对，就是很天然然后很环保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嗯、对，就碧欧泉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品牌，对，没错，因为从2012年开始呢，就通过 Water Lovers 的这个水源保护计划、嗯、致力于减少品牌对海洋环境和水生生物的影响，而且积极的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海洋保护行动，就是为我们的海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其实我就是觉得碧欧泉的这个意义所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负责有社会责任这样的一个品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粉丝一直用碧欧泉然后用它的一个原因。嗯，对，而且其实因为现在环境嘛就是污染挺严重的、嗯、就大家都需要就是说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环境，但我们的碧欧泉不就是
就是特别的环保嘛，对对对，产品包装什么的，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打动我。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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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我们这个 BO 泉也是致力于研发的全新的一些保护海洋配方的一些产品，嗯，对，所以真的也是呼吁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海洋。是的，嗯，因为其实 BO 泉大家知道在包装方面已经淘汰了塑料， BO 泉是不用塑料的，嗯，转而采用了比如说像玻璃呀，啊，或者是再生塑料，就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环保材料，然后减少我们对环境的污染。嗯，对，没错。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的王炸第一个王炸单品先请出来。对，我觉得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我们这个冻龄小蓝瓶的它这个瓶身的包装，它其实是用了我们25%的一个回收玻璃制成的，嗯，我们拿一个来回收玻璃。对，它其实是一个回收玻璃制成的，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些海洋垃圾的产生。嗯，对，大家说和徐阳一起保护环境。对对，没错，这个冻龄小蓝瓶呢也是我们 BO 泉家族的一个非常王炸的一个明星单品，嗯，它里面有5%的高浓度的活源精粹，然后都凝结于这一瓶，可以深入肌肤，可以让肌肤达到一个抗初老的这样子一瓶精华。对，所以它真的本身它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它是可以分皮层达到一个修护的，达到一个最强韧我们的整个皮肤屏障，然后让我们的肌肤的肤质更加的嫩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功效。而且这一瓶最主要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就是它是男生女生全部都可以用的哦，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可能有很多男士啊，女生也能用，就是，对，男士女生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嗯，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达到这个冻龄起来啊，所以易烊，嗯，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就很神奇。对，就我觉得，而且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嗯，这种颜色，就哦，这个蓝色是不是，对，就是这个背景我刚刚来看见，我也觉得就是心里很舒服，嗯，就像看见大海一样。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纯净。 对, 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嗯, 嗯，而且我们这款精华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两件套的一个套装，大家如果入手的话会非常的超值和划算。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尤其在秋季马上要转冬季这样一个过渡的时间段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囤好货，因为冬天的话秋冬是最重要要做好补基础补水这样子一个季节。对，没错，我觉得既然这样子呢，我觉得可以让易烊给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肤质好不好。嗯，好的，来，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用一下，我涂手上了。嗯嗯，来，老师正好可以切个近景，它真的是白到发亮。哎，我就是它整个全身都是白。那他的手我就给大家比一下好不好，你看我的手和他的手放在一起。一定要这样子吗？佳佳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凸显一下我们嘉宾更白好不好。是是是，其实主要是我也不是非常黑的人，要夸一下自己先。这个就涂上去就很水润。 对, 它水润，对，没错，就是因为我用护肤品就是不能用那种特别油腻的，哦，对，我对那种油腻的特别，就是我一摸到它我就知道它是比较营养的那种护肤品，哦，但这个的话其实就很清爽。对，嗯，对，它的渗透力也很强。对，你看已经没了，嗯，吸收了，就摸上去就会觉得滑滑的这种感觉。嗯，而且他们说真的好白哦。光打得好，光打得好。没有，本人是真的瘦高白，你们说的是对的。刚才大家在说已经心动了想入手，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了，想要入手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只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入手满1000就可以享有4个旅行套装。是的，4个哦，就非常的超值。嗯，另外我看还是之前很多这个人一直在留言问说如何入手的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还要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嗯，那再介绍一下，大家赶紧记好了，就是对于此时计划来三亚或者是正在三亚的小伙伴呢，只要我们的离岛航班信息、火车票、船票都是可以的，就可以提前30天在三亚国际免税城的线上或者线下来入手你的新水产品。离岛的时候就直接在机场、火车站、港口来领取产品就好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我们除了本身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明星当家的一个套组呢，还有线上自选的这个套组，然后大家就非常贴心，大家选择自己需要就好了。对，是的，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三亚国际免税城的线上商城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是需要有我们30天之内离岛的机票、船票或者是火车票都可以。嗯，对，我也看到了大家好像一直都在下面评论说怎么入手，要盖到我们易烊的同款。这边有人在问说能入手徐易烊吗？可以啊。可以啊，哇，一起入手吧。
哇，就是你们来入手碧欧泉的这些产品之后，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我们一样，好不好？美丽的肌肤，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说已经心动了。对，其实我刚对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冻龄小蓝瓶，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姐妹，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奇迹水，对，哦、对，就是加拿大那边我们的这个奇迹水。我的有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就听起来好像就是奇迹冻龄一个组合，就听起来这个名字放在一起，好像感觉特别的强大。嗯，对，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一个 CP。就听起来就是非常强大。对，然后一个叫奇迹，一个是冻龄，就是奇迹冻龄一个双强的一个组合。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线上自选组合呢，就是我们的修护奇迹水加我们的冻龄小蓝瓶的精华。是的，没错。就入手这一套的话，就是跟你入手免税礼盒是一样的，都可以获得我们额外的旅行套装。如果大家现在已经心动的话，建议大家赶紧直接截屏下单就好了吗？好了吧，不能说好了吗？对，好了吧。三亚国际美食堂线上商城就可以 get 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易阳再留言，好不好？嗯嗯。大家说。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我们粉丝在说了，镜头请给我们易阳，好不好？啊，我不是在请对准他，对准他，切近景，大家都要切近景，仔细的看看他。还有什么？已经满足你了，赶紧谢谢我，已经满足你了，全程切我们易阳近就好了。对，说脸好小，这不光脸很小，而且皮肤是非常好的。对，所以就是你平时对于护肤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看重的嘛？比如说我今天即使我累到。嗯，可能说就是昼夜了、颠倒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坚持做下去，是这种。其实我以前不是啊、我以前是我特别累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录节目，我整个节目没有敷过面膜，就是没有护肤过，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我太懒了。对，但是后面我发现，但是后面我发现我不行，就是出来之后皮肤整个烂掉。哦，就是整个就是保护层都没了，然后后面开始稍微会注意一点，但是也不会太繁琐了。嗯，就是其实还是主要是延续以简单为主，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要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对，就是不管你们可能就今天真的是非常累啊、我今天可能是加班了什么的，可能到很晚才睡觉、但是也一定要把妆卸好之后呢，然后把护肤的步骤做好、虽然你们可以简单为主，但是一定要做到位。嗯，对对。就是我一直看易阳皮肤这么好，我就是在想说他会不会有肌肤困扰，就除了敏感之外还会有什么比较的小困扰？会有，因为我的话就是上妆时间太长、就会有，比如说我有时候卸妆卸不干净，就会容易长粉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而且熬夜皮肤就会特别暗黄，虽然说你看我现在皮肤很白哈，但是我其实就是卸了妆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就还是会有熬夜的痕迹在。 就还是挺明显的，一看就是经常熬夜的人。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白，大家赶紧来 get 同款好不好？ get 同款之后就能变得一样的白白嫩嫩的。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个女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不一样的一些肌肤的困扰，然后还可能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肌整个年龄的这个增长之后，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哎，我自己会长皱纹呐、或者说长时间，比如说像在海南这个太阳紫外线非常的强，对，然后你一晒完之后你脸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斑点呀，然后再比如说你熬夜呀，作息不规律啊，这些就会导致你整个皮肤会出现一些暗沉，或者说换季带来这些敏感等等。我觉得女孩子对皮肤焦虑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好像一直以来都会有，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本身它也是非常脆弱的，需要大家去好好保护的。对，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为什么非常喜欢碧欧泉品牌的原因，因为它的产品的修护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对，也适合我这种修复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对对，嗯，像我们也是日常因为环境啊压力，然后我们的皮肤就很容易受损。嗯，之前的话总是不会说，每次我跟凤爷我们俩聊，经常聊天，我就说啊，我这两天晒红了，我是不是要做，比如说修复，比如说晒黑了，是不是要，比如说我要做增白，然后这两天我觉得皮肤最近脆弱了或者敏感了，我是不是要用一些镇静的产品？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要修护这件事情，后来才发现其实真的是源源不断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修复没有做好，就是修复非常非常的重要，只有你们大家修复好了，我们的肌底才能让营养更好的吸收，才能解决我们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来重点的种草一下我们碧欧泉的奇迹水。对，其实我本身对我们的这款奇迹水也是种草非常非常长时间，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瓶子，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老师来来，让易阳拿着，老师给请。就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瓶子啊，他现在是因为我们静置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看到他好像是有这种分层的一个沉淀，有没有？嗯。但他这个沉淀物其实就是我们 BO 泉的一个活性成分。嗯。用之前得摇吧。对。哎，摇起来。对，这样还可以这样子剪手臂。这样收手臂，因为每一瓶奇迹水里面都蕴含了5%高浓度的活源精粹，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可以达到比如说修护维稳，还可以达到改善和新生的作用。用前的时候就是不仅它可以护肤还可以健身，大家用前的时候摇一摇，直接买两瓶，这样我们有套装嘛，就买两瓶用前的时候使劲摇一摇，释放它的活性成分。对，我觉得让易阳帮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它的这个，哎呦，这个应该已经摇可以了，可以了，对。然后滴在手上，没错，非常的清爽，而且很水润。对，嗯，你看又吸收了，瞬间吸收，对，而且它不是那种黏腻的水，好香哦，对，对，它是很清爽的这种感觉，嗯，嗯嗯。我的他试试，我也想说，我也想试一下。你们在试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其实是可以点击我们的头像，然后呢，看到我们的首页上面有一个官方链接，大家点击进去之后，搜索我们的 BO 泉就可以 get 到同款了。因为刚才看到大家好像就是大家我们在试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家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包括各方面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怎么入手怎么入手。大家点击我们的头像，然后进入我们的首页之后呢，上面有一个小链接，上面写着官方链接，然后就可以啦。哇，它真的也是海洋的味道，就闻起来让人整人很放松，感觉三个人可以收工了，直接好了，结束了，拜拜。对，闻起来就觉得天哪，心里面就觉得要睡觉了，晚安。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然后深层修复我们的肌底，让我们的年轻啊肉眼可见，是的，永葆青春。对，尤其马上到晚上，这个是不是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湿敷一下？哦，对，我觉得湿敷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好，湿敷的话会好一点。对，然后而且我们的这个一瓶奇迹水它其实是有多种的一个功效 的嗯，哦，那他们两个人已经沉浸在这个就是奇迹水的这个味道里面无法自拔，但是我就想跟你们说它其实是有多种功效的，你们知不知道？它不光是就是说大家可以比如说在我们在美容护理之后呢，整个脸是可能是需要我们的一个维稳舒缓的，就这个时候可能皮肤的时候可能更加脆弱，就可以使用，然后呢缓解我们皮肤的这个不适与泛红这样子的情况。嗯，日常的护理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早上晚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妆前打底的。就它是会让我们后续的一个妆容看起来会更加的服帖，服帖，嗯，对，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上妆之后会有一点浮粉，对，然后不服帖，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就可以来尝试一下使用我们的这个奇迹水，嗯嗯，它是可以锁住我们肌肤里面的水分的，为我们肌肤提供一个屏障的保护，所以呢，让我们的整个妆容会更加的服帖，而且更加持久一些，嗯嗯。还有什么问题？我刚才你知道导播老师看他切他的近景，我拿来看那个反间里面，我就整个人入迷，特别忘记自己要讲什么，就整个人就很公主。大家刚才也一直在说，大家说需要美妆博主考虑一下，嗯，我努努力啊。行，对，徐阳在努力了，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希望就是开通一下我们这个美妆博主这块的业务，好吗？是的。是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亲一下这个就不就有点难了，就毕竟距离在这边。来，说亲一下你，他们不说亲，他们说作一下你。哎呦我的天！就他们真的超级超级可爱，好可爱，一直在说，对，谢谢，嗯。然后都替你们很近距离的看了，确实皮肤非常非常的嫩啊，就是感觉吹它。老师真的很懂，刚说完，老师就立马把近景切起来。今天老师可以加一下鸡腿。我们收工安排一下好吗？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还有我们的摄影老师，对，摄影老师默默的笑了，虽然戴着口罩，但我看到他弯弯的眼睛，非常的开心。对，其实我们在使用，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的这个奇迹水，在我们那个妆前使用，它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这个肌肤的一个作用，对，就是可以减少一些化妆品对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嗯。
所以呢，它整个修复是很全方面的，就是让大家希望啊，不要是说等你们把整个肌肤说，哎，我真的已经皮肤已经伤害到了，它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再说，啊，我在想着再去修复它，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对，就是你们在看起来皮肤很健康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我们的这个修复的一个意识在。嗯，是的。而且其实它的那个顺序不是也很重要吗？哦，对对，一般就是会先用这个奇迹水、嗯，然后再用冬令小蓝瓶，这样的话其实会更加对皮肤更加好啦。嗯，对，我们碧欧泉金粹家族的奇迹冻龄双强组合就是非常非常的王炸。嗯，哪四个建议大家今天都囤起来。是的，尤其是刚才说了，我们现在进入秋冬季了，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大家一定要在秋冬季做好我们的这个护肤的工作，因为低温真的对我们的皮肤的损伤非常非常的大。是的，然后链接在我们的首页啊，在我们的首页点击上面有一个官方链接，大家点进去搜索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听到奇迹水，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会觉得这瓶是一瓶水？嗯，有没有？就听到它这个名字，大家会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哦，这是不是一瓶水？但它是什么？它不是，它不单单是水，它其实是我们的基底精华露。对，感觉是精华。对，是精华的那种质地，有没有？那它整个质地是看起来是这种很轻薄的，但是它是可以深入到我们整个基底的，就是让我们的肌肤吸收后续的更多营养，做好准备。然后冻龄小蓝瓶呢，它是一个精华，所以它是能够在一个更深层次上面改善我们整个肌肤。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一些暗沉呀，包括松弛呀，一些皱纹，它可以延缓我们整个肌肤的加速老化这样子的问题呢。所以这两个产品如果搭配在一起使用呢，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先强韧我们一个健康基底，然后呢再着效的补充一些营养。这样子搭配起来的使用这个效果就相当于一加一大于二大于三了，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对，因为真的看到很多人都在一直在问说如何入手，我这边也是，大家也一直在说。对，我先说一下今天的福利好不好，大家要如果入手的话大家现场下单就好了，因为只要今天入手满1000就可以享受四个旅行套装，非常的超值。然后如果关于如何入手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先拿个本本记一下好不好，因为觉得说了好多遍了。那此时如果你在三亚或者是计划来三亚的朋友，只要凭你的离岛航班信息、火车票或者船票，就可以提前30天在我们三亚国际免运城的线上和线下来进行入手你的薪水单品，在离岛的时候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直接领取就好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时候还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除了给大家准备好我们的明星王炸套组之外呢，其实线上还有非常多的自由组合，大家任意挑选就好了。对，有没有心动起来？有没有？那我们是不是还要送粉丝礼物啊？就已经会 Q 流程了。好的 ，get 到了。就是易烊就实实在在为大家着想。对，没错，我们这个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环节了，送起来。我们今天的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真的要实名羡慕一下大家。就奖品会让你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送礼的话，我们既然易烊来了，我们难为一下他好不好？好不好？好，必须要难为一下。不能非常简单，但我们让易烊用我们的 ASMR 的方式为大家来展示我们第一波福利。来，好不好？来。是蓝钻精华一瓶，你们想要礼物吗？赶紧记好福利口令，碧欧泉冻龄小蓝瓶，赶紧刷大礼参与我们的福利互动吧。哇我们三个也是在沉浸式的感受。对，我们这个抽奖的通关口令就是碧欧泉冻龄小蓝瓶，大家打在公屏区，我们来请易烊为我们喊停好不好？让我们先刷一下。对，大家还在在告白。快清醒一些，我们抽奖了好不好？来，碧欧泉冻龄小蓝瓶打在我们的公屏区好吗？然后我们每边抽一位，是不是抽一位送给大家？是的，抽啊，这个您随机喊321，我们就截屏。好，对，一起吗？好，开始啊！3、2、1，听。好，第一位啊。我这边是这五位，请我们一样帮我们公布一下，能看到吗？能看清楚吗？叫
自然卷的超级小锦鲤，小锦鲤来喽！哦，恭喜！好长的名字，好长的名字。然后这边，这边叫，哎，这个简单，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哎，谢谢这位简单的名字，好不好？然后这边叫装装装，庄园的庄啊，嗯、三个庄，装装装。恭喜！对喜，然后赶紧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然后呢，把你的地址、联系方式，3天之内私信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把你第一轮的这个礼品，然后顺丰包邮到您家里面。嗯。凤仪，据说他今天在现场还给央有个考验，是吗？哎呀，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考验不断，就是随时随地都要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段 ASMR 的沉浸护肤的一个展示。哦，接下来对，我们要交给易阳，然后给我们带来这段治愈时光。希望我们的肌肤都得到修护，和冰泉一起焕活每一天。哦，我跟凤仪整个过程都非常的享受，我已经看入迷了。我们都在沉浸式体验。一样，刚才也一直在看我们的评论区。我跟你说，刚才你们的这些评论，一样全部都看到了。你们在哈哈 哈笑的时候，他都笑我。但是真的。因为这个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是想尝试，因为我经常看这个沉浸式护肤然后睡觉你知道吧，然后我自己一直想尝试然后一直还没有尝试过，然后今天尝试了一下，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蛮享受的过程，护肤，对对对，可以看到自己皮肤变好，然后状态变好，你就会很开心。嗯，我觉得一样说的没有错，也请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从今天开始好好护肤好不好，答应我好好爱自己。对，但是你别睡着了。其实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在说我们的这款产品，然后就是说，哎呀，其实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时候，刚才就有看到一个评论区，然后在说，哎呀，天哪，真好呀，可以跟男朋友一起用起来啦。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对，大家除了爱自己的同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身边的有另外一个他，对，就对，也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使用，一起来护肤。对，可以，其实可以送外给另外一半，因为我们其实线上还有一个自组的一个套装，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选择一些你和另外一半都可以使用的这些，然后这样子做一个套装，大家可以在一起护肤的整个过程，我觉得也挺对，也挺浪漫的。所以呢，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冻龄，我们小蓝瓶精华，再加上我们一个水动力的保湿神器，也不只是另外一半，其实我就送给家人或者朋友，对，其实都可以。对啊，就像。就是我很，就是很多很多，我相信大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另一半啦，扎心了大家。就是也可以买起来，然后送给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家里人，对，然后工作上的伙伴这些，我觉得都可以送，也不一定是另一半。对，小薇没错，嗯，对，说的没错，说的没错，我觉得说的很对。那想问一下，一样日常的话，如果送给我们身边，比如说家人或者朋友这个礼物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礼物？其实我一般
分，我跟朋友的话会送的比较随意一点，就可能好玩的呀、嗯、好吃的这样、哦、但跟家里人的话我一般会送稍微实用一点的东西、嗯、就是大家平时就是会用到的、哦、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家里人还是有时候买东西的话可能我会比他们更会买一点、嗯、像爸爸妈妈这样，对对、嗯、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送护肤品对家人来说或者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暖心的，因为他可以早晚就他一天都在使用、啊、然后每次一用就想到了，对，一用就想到了。我之前有送给我这句话，我跟我妈妈有讲过，我就送给我妈妈全套护肤品、嗯、我说因为我在这边工作嘛，那会儿妈妈在家里，然后就说那我们相隔这么远，然后希望你每天用到的时候都能想到，我妈说烦死了马上都不要了，太烦了每天想到你说、啊、对，但是心里还是很惦记、啊、很开心，嗯，逢人就会跟我说，哎，我女儿买的护肤品，我女儿买的碧欧泉，对，家长真的是会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都可以买起来、嗯、也送给自己家里人，送给爸爸，送给妈妈，嗯，天哪，一阳会看到你们的评论区的啊，说什么大家你们都注意一点好不好，这个全部都能看得到的，全部都看到，完了刚才已经看到了，说啥、啊、他们从，因为刚才一直在，然后因为你刚才在说，对，大家可能都没有另一半，他们都在说、哦、徐阳你忘了我了吗、啊、爱我了吗，绝了呀，他们就超级可爱，然后这个土味情话我给100分，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必须要给100分，对不对，习惯了这样，嗯，但对，徐阳说已经习惯了，已经你们这个评论区，我刚才真的要被他们笑死了，你知道你刚才一说完说哎那个没有另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全部就已经开始了、嗯，习惯就，对，其实我刚才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冻龄小蓝瓶，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因为它这个修复能力非常强，我觉得它是可能是适合大家送给，不论是朋友还是送给家人都是很适合的一个，就是作为礼物可以送给大家的，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整个皮肤屏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合所有的肤质，就大家不用再说去专门根据啊，我说我这个是油皮，这个是干皮，然后再专门去挑选礼物，嗯嗯，我觉得这样子就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比较懒一点的这种姐妹们，那些男生就是、哎、其实很多男生就像我爸爸他们，我哥哥他们，其实他们都不爱护肤、嗯、但是其实男生有的时候像就是处的那种工作环境非常干燥、嗯、然后有时候其实真的也是需要护肤的、嗯、对、哦、那这种的话，这种护肤品其实像碧欧泉这一个套装就很怎么说，就是很方便、哦、就很简单，对、嗯、对，就不像女生的护肤品会那么繁琐，就很简单，涂上去就完事儿。对，没错，就而且就是我们的其实水动力也是很适合我们男士来使用，还有、哎、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我之前我有被笑死的，就是男就是他们很多男生发的那个就是去那个西藏徒步前后的一个变化，嗯、啊，就是之前超火，然后就是我看到大家拍那个视频，就是去之前然后可能就是那种看起来白白嫩嫩白白嫩嫩的，然后可能就是那种非常洋气又很时尚，然后结果然后去了就是徒步之后就变成那种黑秋秋的，然后整个人脸上还红，哎，对对对，就是好像都有两坨这种高原红，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护肤没有，对，大家真的一定要注重起来，就是我觉得男生也要就是有这种护肤的这个意识，就是可能不是像女生用的那么繁琐，嗯嗯，大家比如说其实碧欧泉就想的很周到，就让大家化繁为简，就是其实男生也可以使用起来，就很简单的一个护肤，对，我觉得大家尤其在都市生活真的是要把自己的皮肤养好一点，关键是身边的人如果看到你的状态好的话，他也会很放心，对 对, 对，没错，不会长闭口的，大家放心、啊、不会，它很清爽， 对, 对，它整个它是一个非常清爽一个质地、嗯、而它是修复我们肌肤里面比如说你有一些问题，它会修复整个肌肤的屏障，所以它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的，嗯嗯，很清爽，真的很清爽，因为我老公也是在用这个碧欧泉的产品，因为之前凤仪知道，因为我先生和我之前是在我们都在三国际美妆工作，嗯嗯，但是后来他去到了机场，然后他现在就是其实他的具体工作是指挥飞机，就会经常在这个机坪上暴晒。嗯，然后因为其实之前在夏威夷美城，他有一张照片还是蛮帅的。然后同事有曾经问过我，但是见到我先生本人之后，同事说你确定是他吗？因为晒到整个人不修复，然后整个人的皮肤状态就非常非常差。就是因为看到这种状况，我就会非常担心，也是给他入手了碧欧泉全套，一直然后再跟他说一定要做防晒，一定要做补水。虽然目前好很多了。请问一下次见证一下，不是咱们俩真的是就是坐在这儿也要就是被强行灌一口狗粮，哎，
习惯就好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好了，对，习惯就好了。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之间就是聊起来这个护肤的这个问题，就觉得时间过得贼快。对对，就是大家就是有超级多的话题可以聊，可以聊完这个聊这个，就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也是和易阳一起啊，这个我觉得是度过一个非常快乐我们这个标签的护肤时光。是的，也谢谢易阳的到来，像易阳和标签在三亚有一个愉快的旅行。是的，这时候再 Q 一下我们金人好不好？这个海南的这个工作和行程多安排一下。对，都让易阳来我们这边好不好？嗯，真的。最后易阳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再来分享一下吗？我觉得吧，就是因为其实马上要中秋节了嘛，然后中秋节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团圆，然后如果大家就是说送礼物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咱们的，对吧，这个套盒。然后我是觉得中秋节家人团聚在一起就非常的，其实非常难得啦，对于我们现在出来工作这样，就我希望就是所有就大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然后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自己身边的人。收到了，天哪，谢谢易阳，对，谢谢，然后大家也在祝说许阳中秋节快乐，谢谢让你快快乐乐的，不要熬夜。嗯，好，那我们真的也是再次谢谢易阳，然后也希望易阳下一次还可以再来。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会邀请到我们的第二位 What Lover， 然后呢，他会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张延奇，我是 Water Lover。